第一次跟一个学长一起搭配这个双人帆船。开 Hobby 最困难的点就是在说你要去如何跟你的搭档去做调配。出去的时候我就很怕被浪打下来，然后就翻船，然后我就会感觉快溺水，所以我就不敢出去。每次见到困难就往回的话，这样子你永远也无法突破。在比赛或者是练习的时候遇到情况很低潮的情况的话，那我们就用平常心去面对它，因为你当下的心情一定是急，那时候我们就是慢慢的去调整，慢慢的调整，尽量能够在稳定的时间内把它把你的低潮度过，去感受风。等到你真的了解风，然后熟悉风之后，你会发现其实风是在帮你，你来上风帆课其实真的很赚。